所以最后一趴咱们可以谈谈成龙的下场。你这样的话就刚才给我们示范手指头。这个是这么断。这个是这么断。这个也是这么断。我是 A 计划看过没？看过。A 计划那个人拿个沙发一怼我。那个沙发多重啊，沙发连人倒后滚下楼梯，跟着还要抓一个人的衣服，这样子一抓打三拳。嗯，看普通人如果替身一定是地看换演员起来，我不是，我永远是要全部做给你看，站起来抓人打两拳。但是我抓人打两拳的时候，我一看，哎，我的手怎么在这边来，我这么抓，这个手不是中指啊，这个手是在这边，但是我还是当当当两拳，看看了之后，我从这边扒，把它扒回来，咔一抓，完了来机器摆这边，对，机器摆这边，就这样，对。